快行动，巨浪妹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听说明天啊又有寒流，又一波寒流要来。那因为近期呢，我们都常会骑摩托车出去探险。教头今天他特别替我们准备了这个十全大补的，不是十全大补，是羊肉，可以补一下身体。对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算是不用钱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我妈从庙拿来的，庙那边的阿姨。对对对，有一个阿姨，她是在那个菜市场工作，嗯，然后她都会跟其中的一个摊贩买一间神秘的羊肉，嗯，特别的好吃。它算是要炖的那种羊肉，它肉是有先炖过的，很好吃哦。所以其实它是要钱，只是说它给你妈这样子。对，他们的羊肉算是带骨又带皮，吃羊肉就是一定要配这个豆瓣。嗯，它这个要炖过的羊肉啊，味道特别好吃。嗯，各位看一下。还有皮啊，很少见哎，羊肉卤很少见这种带皮，然后皮是干净，然后这么光滑。对啊，它那有点像那个龟鹿二仙胶的那个皮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恐怖事件，因为这个羊肉不是它的骚味比较重，所以其实要炖的东西都会加很多。对。之前就有一个案件发生，分尸案，然后他把它解体之后混在羊肉卤里面一起煮，然后煮给客人吃掉。啊，听起来很变态。对啊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习惯了，所以在这样的美食佳肴面前说这一些话，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哦，有的人真的不喜欢它那个味道，他们会觉得有一个骚味。啊、但是爱吃的其实越烧越好吃，看怎么处理啊，像这个就不会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是有点算药膳的感觉，而且这个应该有先卤过还是先炒过吧？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羊肉表层的颜色，感觉颜色很深呢。它为了减少它的骚味，它先用中药下去卤过，然后。它的那个肉质是属于那种很嫩的。刚才我们下了一大包的肉，但是煮完之后怎么，稍微找一下，很特别，它这个很像吃猪脚，哎，就一层皮这样子，带着它那个肉，很像猪蹄，吃吃看，吃起来很舒服啊。肉是不是还有？有，感觉可以不客气的再下一点。我想这一锅我出去外面吃，绝对破千，比这个羊肉的分量。加点菜，各位多吃菜啊！两位哥出去骑车，补一下，多吃点蔬菜。了解。这时候帮我买那个当鹅，是吗？有比鸡蛋难买。你们看，我们今天没得吃蛋，只能吃蛋饺。教头最近家里经济状况还 OK 吗？好像还一盒。那有钱人就还是买得到，比较难买而已。听说菜市场一早都会有婆婆妈妈来排队，然后超市是绝对买不到。其实我是觉得不用特别囤。就是你可能这次买个一盒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因为你平常其实根本不会吃那么多蛋。只是听到说缺蛋，你就会想囤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心态，就像是那个卫生纸、口罩，明明家里还很多，就一直买，一直买，听到最近涨价就一直买。
现在有的自助餐，它里面如果本来会附蛋的，现在有的都改成半颗。哎、欸，早餐店就有差了，本来加十块变加十五块。嗯嗯，我今天买一个卡拉鸡腿堡，加蛋变八。我们家楼下荷包蛋，一颗变十八块，很凶哦。嗯。他本来一颗就十五，他这次变十八。哇，你家这个真的很凶哦。嗯。就吃两颗蛋，都宁愿买一个预饭团的。对啊。哎，可是我们那天去探险嘛，然后经过永康吃一间鸡肉饭。那荷包蛋叠成满满的，而且它煎得很漂亮。那天很有钱，那蛋堆超高的，大概这么厚，叫我帮忙吃一点好了。他很太客气了，不行，叫头变胖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倒下去了。胖了，然后继续。该吃还是要吃。这个就是它的皮，很端。这块肉有点太入味，那个药膳的味道很重，做到好像有点苦苦的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三人一锅，那我们就下个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